走开啊！你都准备多哎！你走开！走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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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我今天是来帮你做笔记而已。来！我完了！你在那边就完了。这么你就跑来抓我的？我俩跟我讲你要这么，你跟我讲。可惜我哥哥在我身，你跟我讲你要这么，你心里跟我讲你要这么。走开啊！走开！是已经很辣了，他后面来，你看这个人，我打了，什么感觉？心里是辣，可是为什么你没有感觉到辣的感觉？有啊，我是打二，现在这么辣会打二，就是辣的。他就会打二什么 ？S K 怎样？什么感觉？我觉得不辣，反正还好呗。不辣，你会给人家打回去贴，你知道吗？为什么会？这样就健身。它是好吃还是好吃？好吃，不可能，真的还是好吃。
所以这集算是奇闻怪事最好的一集了。我还是觉得那个男女朋友，你知道吗？那个太搞味了，他想不到东西了。你还有几只在？啊？你还有几只？还有几只？还有很多只。OK， 现在我们接下来拍的是哦，你们一个人吃完的。这样子，我们都吃完这条，我吃完里面全部，因为毕竟我用很多钱请了多美多来，他们每个人都很好奇，总问我，哎，你怎样请了多美多？你钱呢？所以就是知道多美多在哪里，直接开车过来找。哎，我要拍奇闻怪事。他根本就没有问过我的感受。如果真的有很多人问他是不是，他根本就是，哇，真的啦，他根本就是强盗土匪。所以他等于用 video 强奸了你。而且你知道这么我一定要找多美多拍吗？因为他拍有他 video 都很赚钱。啊，我这里还有三只。说的。我吃完它过后，随机找一个路人垃圾。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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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刀吗？如果你吃了，加油！哇，每次鸡都讲嘛，我会吃，真的。吃，怎么吃的？喊什么吃啊？没练过。伸头，伸头。哥，我要嗑完。你的节目哎。你剩下的钱全部你拿，你只给我们那几块钱，剩下的钱全部你拿。剩下的吃完了，剩下的会吃辣的蛋。我不会。吃了开那个纸浆果，就是辣就对对。辣嘛辣嘛。看，把这样子。你不辣了，那个。我决定今天我们给观众一个福利，吃完这个汗就准备都。你看他的那个汗，你看他的汗。不是，哎呦。好了，这些鸭脖子我们不会浪费，我们先吃完。来吃，吃，加油，我们吃完一个，吃。心力心力，我决定要心力跟我一起吃。快点，你快点。心力吃完这个就有男朋友了。你快点吃完，我跟你讲。好姑娘。你给我快点吃完。要我们喂你吃。你给我快点吃完。我们再来吃太阳，先吃。我们一万没有。妹妹，你给我快点吃完，你不要走。他踩着。你给我快点吃完，快点。来 ，Ask 给来，你再不吃，我就叫 Stone 压你。你搞快吃。哇，里面排肉，这个画面太美，不敢看。来啊！他咬我的手。这样还像样啊？完了，奇闻怪事是吗？奇闻怪事啊！讲真，你是辣妹。你们戳嘴巴呀，那个 lipstick 这样戳嘴巴。有水吗？你还没有吃完。讲真，你觉得辣吗？这问你，我觉得还没有很辣的感觉。哎，你们玩那个一边一人吃一边那个接吻。接。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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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觉得他根本都不觉得辣哦，看不出辣，就是要这样子先，这样子啊啊，来开始吧，我们会被高的嘛，我
觉得我们可以先看滑进我们来试试。这这个视角看上去比较好啊。哇，我的表情啊！从来没看眼睫毛很长哎，从来没看眼睫毛。从这啊对，从这个视角，这个视角是怀孕孕妇要生孩子的视角。所以你注意啊，把肚子推出来。啊、对对对，就是这个视角。哎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拜拜，谢谢大家，记得手快我强哦，爱你们哦。哇，来你这么快要给你点，喂，很重啊！哎，帮我抓，走快点。走开啊！你到准备做？你走开！走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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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我今天是来帮你做 PPT 而已。来来来来来，来！我完蛋了！你猜那边就完蛋了。死角哎！这么你就跑来抓我的，我两次跟我讲你要做梦，你跟我讲，恶心，我真够，你能在我跟我讲你要做梦，你心里跟我讲你要做梦，走开啊，走开，走开，天天啊，天啊，警戒，天啊，警戒，别动，别动，别动。你这个字奶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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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上次的节目会给人家强哇我要结束了谢谢大家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Unsubscribe 他的频道这边太老下一个是谁呢Unsubscribe! 下一个我可以去找 CP 我想要找 Kelvin 好来了哦爱你哦 Kelvin